单一端子。 Deutsch 针对需要大负荷单一端接的应用提供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。 DTHD 系列和 DTSK 系列是大电流电源连接器。 Deutsch Jiffy Sprice 是一种可现场维修的产品，是永久拼接头的独特替代品。 DTHD 系列DTHD 系列是适用于大负荷应用的单一端子连接器系列，该系列易于安装，环境密封，且结构紧凑。 DTHD 连接器可用于4、8和12号触点，并可串联安装或使用。 DTHD 插入，请从压接电线开始，如需帮助请参看 Deutsch 触点视频片段中的详细说明。在触点管后面约25毫米处握住压接的触点，握住连接器，使后锁环朝向您，将触点直接推到后锁环中，直到您听到并感觉到咔嗒声，轻轻拉一下，确认触点是否正确锁定到位。对连接器的插座和插头半体重复相同过程，请确保将触点插入到后锁环中。 DTHD 插接，所有 DTHD 连接器都设计为手动插拔，插入 DTHD 系列时请握住连接器主体，并对其外部的锁紧装置，用力将插头与插座结合在一起，听到咔嗒声时表示外部锁紧装置固定到位。DTHD 分离，分离 DTHD 系列连接器时，请在插头外部按下锁紧装置，同时将插头和插座分开。 DTHD 触点卸除，握住连接器，使后锁环朝向您，使用正确尺寸的塑料卸除工具，将该工具锁在电线上，使其沿电线向下滑动，沿电线将工具滑到空腔中，直到它与触点啮合并感觉到阻力，请确保工具笔直，不扭转卸除工具或使其倾斜。如果在第一次尝试时触点不松开，请退出工具，旋转1/4圈并重新插入，不要在空腔中扭转工具，从连接器中拉出触点和电线组件。DTSK 系列 DTSK 系列是单一空腔连接器，适用于大电流的大负荷应用。 DTSK 连接器可容纳直径为8毫米的触点，并具有集成式 TPA 附锁，以便轻松组装。 DTSK 插入，从剥皮的电线开始，需要使用电线密封锁环才能保持环境密封，在剥皮的电线上将电线密封件滑动到位。压接直径为8毫米的触点时，请根据 NFC 20.130 标准使用六角形压接。如欲了解完整规格，请参阅 Deutsch 图纸 8925-003-0000。 使用 DT-RT1 卸除工具或类似样式的钩形工具卸下集成式 TPA 附锁，在固定电线密封件的同时，请将触点直接推到连接器后部，直到您听到并感觉到咔嗒声，轻轻拉一下，确认触点是否正确锁定到位。装回 TPA 并推至闭合位，对连接器的插座和插头半体重复相同过程。 DTSK 插接，DTSK 连接器设计为手动插拔，插入 DTSK 系列时请握住连接器主体，并将插头与插座上的锁件对齐，用力将插头与插座结合在一起，听到咔嗒声时表示外部锁紧装置固定到位。 DTSK 分离，分离 DTSK 系列连接器时，请在插头外部按下锁紧装置，同时将插头和插座分开，
DTSK 触点卸除。首先使用 DT-RT1 卸除工具或类似样式的钩形工具卸下集成式 TPA。 卸下触点时请松开锁定集爪，方法是将其从触点肩部移开，同时轻轻地拉动电线，使其穿过连接器后部。对连接器的插座和插头半体重复相同过程。 Jiffy Sprice Jiffy Sprice 由优质硅橡胶制成，装有触点固定系统，可在紧凑型环境密封装置中固定一对插接的触点，完全密封，保护电路不受湿气、沙子和路面脏物的污染。 Jiffy Sprice 使用压接电线，就像连接器一样插入。 Jiffy Sprice 采用4、12和16号触点。 Jiffy Sprice 插入请从压接电线开始，如需帮助请参看 Dutch 触点视频片段中的详细说明。在触点管后面约25毫米处握住压接的触点，在空腔后面约13毫米处用拇指和食指握住 Jiffy Sprice， 将触点直接推到 Jiffy Sprice 中，直到您听到并感觉到咔嗒声，轻轻拉一下确认触点是否正确锁定到位。对 Jiffy Sprice 的另一侧重复相同过程。 Jiffy Sprice 触点卸除，在空腔后面约13毫米处用拇指和食指握住 Jiffy Sprice， 使用正确尺寸的塑料卸除工具将该工具锁在电线上，使其沿电线向下滑动，沿电线将工具滑到空腔中，直到它与触点啮合并感觉到阻力，请确保工具笔直，不扭转卸除工具或使其倾斜。如果在第一次尝试时触点不松开，请退出工具，旋转1/4圈并重新插入，不要在空腔中扭转工具，从连接器中拉出触点和电线组件。